好的，各位，我们又来到了熟悉的场景。我们上次才来吃浪漫的铁板烧，你忘记了？不浪漫吗？把你儿子送上学以后，我们来吃铁板啊！不要，他在这边会被他听到。好了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吃的是米香，这间在美孚3楼的一个米其林级的餐厅哦。那我们上次吃的是秦山日本料理，那今天我们要吃的是米香。那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哦，米香呢是连续好几年哦都拿到这个米其林的鉴赏。看啊，传承台茶餐厅哦，没有2018、2019，然后还有2020哦。米其林指南 ，OK， 好，我们今天，好，Go Go， 这是我第一次吃米香哦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是订包厢，因为呢，今天是岳父大人的生日啊，岳父大人的生日，这就来吃米其林，这也太爽了，哇哦！不不，你去坐在那边。哇，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他的包厢。我们先到，然后 ，OK， 我其实还蛮喜欢这样子的独立空间，因为现在越来越少的机会啊，就是这里还会有一些空间，如果小朋友比较多的状况下。他们可以在这边玩。啊，不是啊，他说吴先生啊。你又不是吴先生。我不是啊。那你没有他不是说你是吴先生，他说吴先生吗？不是你啊，他的那个口吻意思是 check 你们这个定位确定是吴先生这一间呢？他是问你是吴先生吗？所以嘞，所以现在是怎样？我当然不是吴先生啊，真的是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菜色，看来是已经上了哦。就是米香桌菜哦，然后它有，它有这个米香的迎宾六小品哦，就是一些小开胃小菜啦。然后再过来会有生干贝、花山猪脚面线哦、佛跳墙。然后虾饼蜜汁排、海上鲜哦，还有麻油香菇红鲟饭、一品八宝布袋鸡，然后季节甜品跟汤品，然后最后还有水果盘哦。布布应该是最期待、最期待最后的水果盘。妈妈快疯掉了！好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就等主角哦，真的吴先生来哦。今天这个真正的吴先生等一下就来了啊。那看那个见解，这个呢就是泡菜，腌泡菜。它里面有红豆跟白盘，它跟白。好，我们的大家慢慢只差我爸妈了哦。我们岳父大人生日快乐，岳父大人生日快乐。这时候要说岳父大人生日快乐。那个车轮饼不是有白？好，我们来看啊，这里还有这个不知道什么啊，应该是什么川味拌云耳。哇，这感觉好好吃哦！Oh my gosh！ 你这次有去 Disneyland 吗？哇，有去，你有看到屋顶吗？哎呦喂！而且它这个都是有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拉出来的，这个不是，就是印在上面。好了，你这是乌鱼子。哇哦 ！OK， 开吃，有吃到好吃的就。再跟你们分享。这个感觉很厉害。哇哇哇哇哇哇！
我来看看里面有什么。他们背后花枝，这里很感觉很好吃，来来来吃吃看，这个干贝。吃得出来很新鲜。哦，很脆。这一道是排斥花椒，那个佛跳墙。哦，它这个刺也，这个刺也太多了。你要什么 ？Oh my gosh! Oh my gosh! 哦。哦，好，我们来吃吃。什么？这个好大一片哦。哦，好好吃哦。这好好吃，它那个汤，那通常佛跳墙有时候会比较油，但是它。它的汤头比较不会，感觉蛮好吃的。小子不吃饭，啊，好好吃哦！来，我们不要吃肉肉。好，那你就不要吃肉肉。阿爸吃，阿爸吃，阿爸吃。哇，你看，哇，哦，好好吃啊！那，你看这个，啊，要不要吃一个？真的好吃 ，Trust me。Trust me。好 ，OK。那你就不要吃，要不要吃？好的，这个是麒麟海上鲜，真鹿啊，真鹿麒麟海上鲜。然后呢，有鱼。然后这个是鹅鱼啊，鱼姜，走开。然后这个应该是火腿。然后这个厉害了，岳父大人说这个是什么花菇哦，日本花菇哦。这是，这个花菇你说很贵哦。这那他以前啦，以前。以前很高级，对不对？二十年前花菇比较进口花菇少，这样啊。好，那我们来吃吃看。它的那个菇味其实。跟我们平常吃的香菇比较不一样，比较没有那么重，但是呢，它可能中间啊，感觉它薄薄的，但是它其实里面的汁吸的蛮饱的。好喝，我喜欢。OK， 这个是今天很重要，我超想吃的麻油红鲟。麻油红鲟什么？麻油红鲟米糕 ，crab， 布布 crab， 布布 crab， 哎 ，no， 不是那个 crab。OK， 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嘛。OK， 没有，我们回去。欸，麻油米糕，因为我不太吃麻油，但是它是有麻油米糕，我可以接受。可是它是有姜，我觉得不行。姜我觉得不行，可是它的麻油很香。可以。然后看他爸的时候，他就跟着下地的。赞哦！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
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啊，去推回来。好的，那这样子十道菜呢是28000，其实28000这样除下来，我觉得是蛮划算的，而且毕竟人家今年就米其林一星哦，所以我觉得算是非常划算。然后如果要有这样的包厢，基本上是25000以上的包才可以有这样子的独立包厢，所以其他的参考。好吧，就如果你有来米香哦，美福饭店的米香的话，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它的资讯啊，可能可以来这边。我觉得有独立包厢真的很棒啊，就是小朋友在那边跑也没有关系。对，啊哈，别人可能不会是，不会啦，有些小朋友一定就会跑来跑去。今天只有他一个啦，如果是有两个，他们可能就在那边玩。可能就在那边玩，好，那就祝岳父大人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耶！下礼拜要，这礼拜要去日本喽，耶！太像六字条，迈向六字条，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